恭喜發財！在2018年卯戌九年的鼠年人運程，你要留意翻啦嚇。咁啊，今年咧鼠年咧其實就唔係太好嘅嚇。咁啊，俾幾句金句你嚇，就叫表面假象，就事事憂心，桃花有劫啊。就因為有一個騰蛇同埋太陰星入咗去啊，咁所以咧你會發生就話今年鼠人咧就會係比較多憂慮。多咗滯，同埋小心要是非多，同埋好容易俾人連累啊、迫害啊咁樣。咁同埋咧，因為天后星啊失陷啊，所以咧，就算你有桃花嘅話咧，都要小心有桃花劫喎。嚇，記住呢句金言啦。如果唔係嘅話，今年會好麻煩啊。